我们先给各位朋友们先拍照吧，因为很难得。我们先来看这边。谢谢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样的口号真的又纯又可爱。好，心情有回复一些吗？回复一些。那我们先拍照好不好？美美的拍个照，来，我帮你拿话筒，18号。好，来。对啊，哎，要么我过来，当然是你啦。大家在这个小菊的生日蛋糕前的梦想，你的愿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觉得，在粉丝的眼里，就是你永远是最好的，就是他们只看得到你很好的那一面。然后，谢谢，然后，哎呦，因为我也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。